这环境，你的中心，因为要营造一个，哎，我们要你们平衡性一点的，帮我们来说，哎，议员的环境，那不要准吗？哦，不用这么准，来，服务到家，哎，我想要丢个中心点，哎，不错，好，很棒，终于你们会丢这个，哦，很稳，OK 各位来宾，大家好。好。真是非常的感恩啊，因为看见我们希望爱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又有疫情，但是我们还是力扛这一刻，把这边做好。一方面，我们也有60年的历史，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再。
后是可以给大家公开，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大家一起合作，谢谢大家。今年在本堂当中，对这个议员们和我们的长官们，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对我们的支持。我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好更好的这个动力，我们可以把这个支持给我。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帮他们教育，用最好的地方，让他能够把他当
所以说他们都一直向上，所以说现在社会上非常多女性貌代培养出来的小孩子，现在都在社会上都是非常有名哈。当然，像少子化的关系，而且我们董事长非常的有心，无私的奉献，要把女性貌代这边一直永续的经营，一直把这个奉献在我们的社会，让这些比较没有那么优渥家庭的小孩子能够把它收拢过来。当然，我们跟宋议员也讲过了，我们去参观一下，真的非常的好，把这个我们的爱楼和少宿舍哈，把它整理得非常的好，通风也好，人性化也好，都非常的可以说比照哈，比我们家里还好哈，所以说在这边让小孩子有一个很安心可以在这边学习的一个环境了哈。那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宿舍提供给你，也非常感谢张九元对我们新方案支持的这些善心人士也好，有心人这些人少的关心，所以说还是要希望大家持续来关心我们社会比较优势的角落这一块的话，在这里也要祝福今天我们这个人少比较能够启动的时候哈，能够非常让人行人少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感受的哈。在这里祝大家心想事成，祝各位长辈都能够长寿百岁，更家里事业更成功。谢谢。我们掌声谢谢陈局长掌声。陈议员呢是我们的驻兵啊，我们的邻居，我们大声说谢谢陈议员。接下来然后知道我们蔡特助，我们给蔡特助一个掌声啊，他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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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董事长，还有任院长，还有张九儿，议员，国民党议员，还有公所特助，副村长，所有的大家早安。好。在这里就是有中央爱家园，你说这弄得这么好。以前我在读国小，小学、上学的时候。你们来这边领读到这边来，所以说我这边都是走吧。当时今年模范中心，黄董事长，我要找半天，希望我们这个住址呢，这打电话过去都在新方盖，我们在新方盖里面，所以我觉得很奇怪。所以说也是我这边长大的，先住黄董事长这个模范中心在这里啊，在这里。我讲话，祝福中华爱家园啊，能够以后蒸蒸日上。我这边在回去向中央编译委建议，如果像上辈子身体不适的，还有经过上辈子争议，这边来给能再申请补助啊，把你们完成这些。谢谢谢谢蔡特助给我们的祝福啊，他特别要为我们申请补助啊，感谢。那我们特别还有乡长代表的特助吗？乡长，所以我们请他来给我们能说几句祝福的话吗？没有。好，我们给乡长的特别助理庄特助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最后面就在我们旁边的长辈。谢谢我们主持人。再还有两位我们音乐家，两位我们议员，院长。还有我们董事长在场，还有我们中标兵特助蔡特助，还有乡长，还有特别助理庄特助，还有我们所有的与会来宾，大家好。其实这一阵子我有跟院长还有董事长，他们一直都有在联系，我看。董事长还有董娘他们真的这一阵子为了这个经费问题，还有要启动我们这一栋这个大楼，他们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啊。我在此在这里也希望我们在场的议员能帮忙，帮我们新万块家园在此能启动。我刚才也跟我们院长讲了几句话，其实我知道。我们乡里面现在有在推动这个一日游，我也希望说也可以启动二日游来这边住。其实我们信国地缘这边
所有的美食很棒，启动之后可以接我们信旺来交流。这边有人在流通，就知道以前我们的交流是怎样做，现在是怎样做，现在是怎样改变。你们说对不对？对。这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也在此也麻烦你们所有议员，如果有机会问题，或是要村庄里面，我这一个大家庭有需要帮助，我都很喜欢，我都很乐意。啊，在此我也祝福我们希望爱家人大家平安喜乐，谢谢。我们给我们的大家长村长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村长。接着我们热烈掌声欢迎王景山王议员来到我们当中啊，他一定很忙，谢谢他那么忙来祝福我们，来跟我们讲几句祝福的话，好不好？谢谢你，王议员，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一定是很忙碌的啊。王院长，我们两位议员，你们所有关心我们新旺爱，包括我们村长，所有的乡亲，所有的长辈，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刚赶一个场子，有点慢了一点点，对不起。那在这里很高兴，一甲子日子过得很快。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又来这里当志工，我跟院长讲过，来到看机点点几年，啊，我非常印象深刻。这60年来讲真的非常快。那在这里的努力当中，当然最近我们这里有些小状况，我也希望我们两位也一起努力，帮我们新旺爱来争取一些空间，未来能够继续运正常的运下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小孩子。在这里祝大家，也祝今天大会能够圆满成功，谢谢。我们再次掌声谢谢王议员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大家说谢谢王议员。三就剪这样好不好？好，那他跟你看。好，那个做工一二三，剪，请用剪。好，掌声鼓励。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